管住！哎，你管住啊！管住！管住！来，来，来，上岗！上！管住！管住！哎，你管住啊！管住！管住！管住！你把这动手！管住！来吧！来吧！漂亮！干什么？那初步了解是一名民众在店内酒醉大声咆哮，然后为店内的安管人员喊出去店外，那因为他酒醉迷醉不听，警方随即以辣椒水喷洒控制管束他。那另外有名女子受伤的部分，我们会调查厘清伤势造成的原因。